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10年，3月9号瑞芳站的方站，9:53，8:14是8164。江阴线看清朗的山顶塔克镇，以及我的那个278次准备弄好。哎，泰和家特网。天佑1001加天佑1002，泰鲁阁之阳测网278次，接下来沿北回线看花莲的泰鲁阁之阳测网站，瑞芳站已经通过了278次，以及再来是4816次接往平院，该往青铜的三井二桃客车 DRC 1034 DR1015 的 DRC 1027，三井二桃客车以及4017次接往沿线看树林的。要720-79阿福号区间快车，啊，我要回去休息，好累了，谢谢各位观众，拜拜。